慈济北海知会为了邀请到2500位民众参加浴佛，提前一个月到各个社区举办宣导会。当了解了浴佛的意涵，信仰基督教的哈丽娜表示会协同家人前往。He will show us ways of the goodness. If something is good, I will come lah.预演浴佛仪式，慈济志工在社区、在学校或是静思书宣都很详细的解说。礼佛、金佛、金茶仪式，我觉得就是给孩子去看了、就是一个学习，可值得去宣传了。2、3、4、5。邀约管道多方位，除了面对面拜访之外，志工也成立电话小组，联系曾经参加慈济活动的民众。至于布置团队，齐心协力挂上字牌，钉上地标。今年我们朝向2500人的目标，挂上这个字幕是希望能够让路经过的人都能够看得到我们在办这个法会，从而推广我们这个三人节。第二年在这个场地举办浴佛，北海慈济志工有虔诚的心念，也充满信心。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马来西亚报道。慈济香港分会提前在。